西康近年那信念文都是我第二首的歌曲，就很熱血的歌。是我最近都有看到他的 MV， 即是幾年前在那裡拍嘛，是很弱，是的。所以這個時候就將這個歌去到送給我們現場所有的朋友，我這個時候將個台交給你。 Thank you。